嗨，大家好，我是索菲亚。今天我们分享记单词连句子。Where does it hurt? 希望你喜欢。OK, let's start.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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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在哪里？在那里。Where? Where? Where?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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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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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做工作有用 do 的第三人称单数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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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t, it.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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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他，这，那。It, it, it. Hurt, hurt, hurt.Hurt, h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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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是疼痛、受伤。Hurt, hurt, hurt. Where does it hurt?Where does it hurt? Where does it hurt? 哪里痛？您伤在哪儿了？Where does it hurt? 句尾用降调。哪里痛？你伤在哪儿了？这里的主语是 it。它代词代替受伤的部位，它属于第三人称单数。那么，把它变成疑问句的时候，前面的助动词呢，要用 does 来提问，后面的动词就要用原形。这里的动词原形是伤、受伤。在助动词的前面还有一个词，我们把它称为疑问词。疑问词加上助动词，后面加上问号，就构成了特殊疑问句。特殊疑问句的句尾要用降调。直译过来是，他受伤在哪里？当然指的是人受伤，所以呢，翻译过来您伤在哪里了？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对方跌倒或者是被什么磕碰，我们往往非常简单的问，哪里痛？英语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哪里痛 ？Where does it hurt？ 在读这句话的时候，第二个词 does z 和第三个词 it a 连读为 z z does it
Does it? Does it? It 这里的 t 在这里面失去爆破，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憋住气不发音，把位置留出来。It, it, it. Hurt 这里的 t 同样道理，失去爆破。Hurt, hurt, hurt. 当然了。如果我们强调受伤的部位，强调到底伤在哪儿了，那么这里的 t 就不要失去爆破，要把它读完整。hurt，hurt，hurt，hurt。 哪里痛？Where does it hurt？Where does it hurt？Where does it hurt?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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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What? What? What? Does 动词做工作有用，do 的第三人称单数。Does 他这那。Mean 意思是打算，本意是。Mean. What does it mean? What does it mean? What does it mean? 这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it mean? 句尾用降调。这是什么意思？主语 it 它这那叫做第三人称单数。那么它的前面变成疑问句的时候，要用助动词 does 来提问，后面的动词就要用实义动词原形。这里的实义动词原形是 mean 意思。mean 在助动词的前面加上一个疑问词，这样整个句子就构成了特殊疑问句，它的句尾要用降调。翻译过来是：它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都是可以的。在读这句话的时候，第一个词 what 这里的 t 失去爆破，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憋住气不发音，把位置留出来。What does 和 it 连读，
Does it？听出来了吗？第三个词 it 这里的 t 同样失去爆破。It，所以整个这句话，它的发音是 What does it mean？What does it mean? What does it mean? What does it mean? What？什么？What？Do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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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做。工作有用，do 的第三人称单数does，this。This，这个mean，意思是打算，本意是 mean。What does this mean？What does this mean？What does this mean？这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this mean？句尾用降调。这意味着什么？意思是这是什么意义？注意它的主语是 this，这叫做第三人称单数。在提问的时候要用。助动词 does，那么这个时候，主语的后面就要用动词原形。这里的动词原形是意味着，或者是意义。在助动词的前面加上一个疑问词 what，什么。那么，我们把它组成新的句子，翻译过来是：这意味着什么？This mean what？好，现在呢，我们把它读在一起：What does this mean？What does this mean？在读这句话的时候，第一个词 what 这里的 t 失去爆破，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憋住气不发音，把位置留出来。What，其余的正常读就可以了。What does this mean？
What does this mean? What 什么？Does 动词做工作有用，do 的第三人称单数。She 代词她主格 have 有带着拥有有 have What does she have? What does she have? What does she have? 她有什么？What does she have? 她有什么？句尾用降调。She，她，第三人称单数做主语。它的谓语动词呢？是 have 用了原形，有。为什么它用原形呢？因为这是一个疑问句，前面它有了助动词来提问，这个助动词使用的就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助动词，所以在 she 的后面，这个谓语动词要用原形。同时，在助动词的前面有一个疑问词 what 什么，所以我们把它翻译过来是它有什么？What does she have？What does she have？在读这句话的时候，第一个词 what。这里的 t 失去爆破，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憋住气不发音，把位置留出来。What？第二个词 does，z 和第三个词 she 连读的时候。因为它们的位置和发音有一些类似，所以第二个词的 z 不发音，但是要稍微的用位置空一下，把这个留出来。Does she 是这样发出来的，我们不能直接说 does she 就不对了。Does she 把这个位置点一下，最后加上动词原形 have。
它有什么？What does she have? What does she have? 问，何时？当时？什么时候？Does 动词做工作有用，do 的第三人称单数does it 他这那 begin 从什么什么开始启动 begin when does it begin when does it begin When does it begin? 什么时候开始？When does it begin? 句尾用降调。什么时候开始？主语是 it，它，指的是时间，叫做第三人称单数。所以在提问的时候要用助动词 does。这个时候，主语的后面这个动词呢就要用原形。这里的动词原形是 begin 开始。在助动词的前面加上一个疑问词 when 什么时候，翻译过来是它什么时候开始？当然了，我们说话的习惯呢，就是比较简略。什么时候开始？When does it begin？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注意的是第二个词 does 和第三个词 it 连读为 z does it。那实际上呢，it 这个词。It 的 t 失去爆破。When does it begin? When does it begin? When does it begin? It's your turn now. 现在该轮到你了。Where? Does
does does it hurt. Where does it hurt? What? Does it mean. What does it mean? What? Does this mean. What does this mean? What? Does she have. What does she have? One. Does it begin. When does it begin?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lease
Please subscribe. See you.